第一届橱窗杯狗狗国标舞大赛，睁大你的眼睛仔细看看哦。老板娘音乐给他瞧了去了，看看 dancing 精彩的伦巴舞演出吧。音乐一来，它就飙起来了 ，dancing 真不是盖的哦。One more, two more， 你瞧，那节奏感可能连人跳起来都不如它那扭腰摆臀的律动哦。厉害吧，一下子滑步一下子换脚， dancing 的武功可真是让你大开眼界了，他就是天生的舞后 dancing， 给他鼓鼓掌吧。